喂，去了聊。凌晨3点，我临时做了决定，跟同学上了聊看日出。原本沿途还有说有笑，但随着转入乡道后，我感受到了一股敌意。我奔向了二寮，黑夜的风也在侵蚀我的身体。我不停地踩踏踏板，希望能在日出前抵达。天色渐亮，我也在日出前赶到了观日亭。黎明前的微光渲染了谷间的云雾。如诗如画如梦，飞成下坡的俯冲也让我肾上腺素飙升。在此行后，我看到了日出的景色是如此的美丽动人，也发觉了单车旅行的醍醐味。